场别开生面的机器人足球比赛在爱沙尼亚世界机器人大会亮相，萌态可掬、动作灵活的机器人深受现场观众的喜爱。比赛当中展现出来的高科技更是让大家叹服。这次举行的机器人足球比赛有640支队伍参加，比赛的规则类似现行足球比赛规则，进球多的一方就是获胜方。